王建文为了嚟紧首个个人演唱会积极排舞，有了之前音乐剧的训练，依家唱跳应该难唔到佢啩？之前都有很多跳舞的经验，系系系，应该都难你唔到嘅。而家好啲咯，系咯，好啲咯，因为都惯咗跳唱。慣了因為之前真的跳了跳咗幾場，講出嚟咪慣了。唔係即係之前係真的排了再之前就跑卅幾日，所以就不斷跳就係咯，就有咗個跳唱的感覺咯。但係今次啲舞就多少少動作要去記嘅，同埋係我諗有力啲咯，即係譬如嘣嘣嘣嗰啲咧，睇幾有信心嚟。唔係，即係但係就係有啲舞步係幾大動作要喐嘅咯。有舞蹈当然要有歌声配合啦。建文为了这个 show 好认真操机， fans 应该可以期待一下见证大只建文的诞生啊！啲歌声咧要方便喐动啊嘛，都系应该要少步少少嘅，会唔会即系跳舞嗰 part 嗰啲？短袖衫咪即系鸡翼袖咁样咯。系，因为之前我见到你都做 gym 噶啦嘛，系啊系啊，都应该开始嚟噶啦嘛，嗰啲老鼠仔都仲争啲，所以呢个礼拜要继续努力。系，有冇即系 keep 住啊？即系度一度，哎，有冇带到咧只手臂咁样？每次做亲都会胀晒嘅，咁而家就因为成个礼拜冇乜点做，所以有啲淋淋地，所以嚟紧呢个礼拜会加强。建文之前已经公布会邀请谭辉智做嘉宾，而呢次佢再有好消息同大家宣布。阿 V 就都应承咗话嚟撑我咁样咯。都咪问咗好耐啦，都即系因为一来又唔好想打搅佢太多啦。因为佢巡演紧啊嘛，咁又唔知啲期啱唔啱得咧，即系会唔会撞咗啊？咁跟住而家就知道嗰个期系 OK 嘅。系，你问佢嗰时会唔会都有啲战战兢兢咁样其实？一早问咗佢噶啦，问完佢就唔再等佢复，等佢即系一声令下就话我嚟啦咁样嗰啲啊嘛。你收到消息嗰时会唔会都好兴奋？开心，一定开心啦。嗯，係啊，好感激，一直都喺心裏面，係一直好感激阿 V， 因為係我由我出道到而家，佢都無論我出道佢為我寫歌，跟住就譬如佢去表演，即係佢去演唱會都帶我去巡演啊，咁好感恩咯，即係好感激阿 V 喺我嘅音樂路上支持咯，所以佢嚟見證係最有意思㗎啦，係。